我没这高升啊，怎么又没成功啊？老板，人家是到政副职等取海撒的，登记手续的吧，啥都齐全。虽然那船是渔船改的吧，但那手续民事纠纷，多麻烦啊！都问清楚了。秦总，我俩一起跑到这事儿，请秦总。老板，你别生气，我们把消息都散出去了，那渔船生意以后肯定是没法做。 到时候看人家怎么收拾白浪的呗。保安，保三样的，上啤酒。兄弟们都看了啊，什么贵点什么今天？啊，来把桌子抬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哇，吃点海参，吃点鲍鱼啊！来来来来来。哎呦。 这不神总吗？这么巧啊！有意思吗？天天在这儿吃饭，一个星期得见八回。那不一样，你们吃的是便饭，我们吃的是庆功宴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怎么样啊，申总？说好的5天活我可干完了，服吗？服什么呀？ 不，你赔钱呀？谁赔钱了？稳赚的好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租着那船，3000，刷漆贴皮子，怎么也得2-3000吧？稳赚赚个寂寞呀。我有钱我也花，你管着吗？反倒是某些人啊，成天憋着想看同行的笑话，结果呢，打脸了吧，啪啪的。当时真是应该给你打点赌，输了让你吃点什么。 别高兴太早，你偷着用人家渔船干白事儿，你要是让人知道了，等着人家找你算账吧。那您就不用操心了，反倒是你，现在全行业都知道你沈德宝黑心坑同行被打了脸，我们就不一样了。谁不知道我们小城白事多能啃硬骨头？以后好好跟你白爷我学着点啊，什么叫说到做到。来，兄弟们，辛苦了！来，高兴了，高兴。 干了啊！哎呀，真高兴！杰哥，好！老板，点菜。点什么菜？老板，把那没起的啤酒给我退了啊！一人一碗面啊，差不多得了。二大爷那10万买船的钱已经给他打过去了啊，买船的合同先放我家，万一放你那儿，到时。 闺女，咱们那儿又开了个新的大的海鲜市场，明儿啊，爸爸带你好好转转啊！对，比今天去那还大。对，哎呀，看我干什么呀？你别过来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我都听见了，你们俩还在这演戏。 是不行。哎，哎，文姐，文姐。
手续都在这儿呢，合理合法的，船你也看过了，回头把钱打到这里面的账户上。我写收据明天就能过户。说话呀！你没听懂？我说的这么清楚，你没听懂吗？你每句话我都能听懂，但是怎么连一起？这什么意思？简单点说。 就是你把我二大爷的船买卖船，因为你们的欺骗导致我二大爷的船现在无法使用了，我二大爷现在要卖船，10万。怎么能卖10万呢？多卖点，卖15，15不行卖20，这么好的船100万都不多呀！你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我什么意思呀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谁爱买谁买呗。你再说一遍。爱谁买谁买。你二大爷想卖船，找买船去了，找我干嘛呀？什么叫找你干嘛呀？因为你那个船现在无法使用了，我不找你，我找谁呀？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我可没骗你二大爷，当时你也在场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翻脸不认你自己说的话呢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出现任何问题找你承担。 我说的话多了，我还说你是我媳妇呢，能算数吗？你少扯这些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把钱还给我的话，我去法院告你。你告我干嘛呀？那合同里只有日期和金额，也没有使用用途啊。而且你跟法官说啥？说啊，你宣传封建迷信导致卖船啊？再说这合同是你二大爷出的，那还不是因为他以为你是我朋友，他信任你啊？我也没亏待他呀。 我们把那船翻新了，花2000多呢。你花2000多，你有这功夫啊？你回去劝劝你二大爷，那么好的船别卖了呀。都已经卖了，我爸买的。那恭喜啊，这不船二代了吗？那海钓去啊，快去！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告诉你啊，10万块钱你今天必须还我。强卖强卖不行，直接该抢了。 不是你这不行啊，你赶紧走，那旁边都有警务站的，你在这儿我喊了啊！你喊啊！你喊呀！你喊呀！走，找警察说理去。不是干嘛去？我找个地方说理去。不是干嘛去？动手了！你别，我不去。不是哎，干嘛？干嘛？走吧，我不在说理。我不去。不去是不是？我不去。我不行。走。不去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 大爷，你别喊！大爷，你们怎么在这儿站着？这里是让你们邻居认识你家的人啊！别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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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实在忍不下去了，我们之中确实有人对警察不礼貌了，但是你不能冤枉所有人。我们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现在给您指认，行吗？行啊，谁呀？他。我。 必须得大义灭亲了，你放心，等你进去以后，我一定会按时给你送辛苦茶，把雨水奖你想要什么给你送什么。到时候我跟白浪也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我们一定会跟孩子说，舅舅他在里面改造的很好。我谢谢你，白浪，你就这么看着，好好改造。是你吗？ 哎，你不一直跟北京上学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回来办点事儿，本来想着办完事儿就回去的，结果被这事儿耽误了嘛。哦，那办完这事儿就走啊？嗯。那之后就都打算留北京了？是。挺好挺好。哎，你男朋友呢？我听咱同学说是个钢琴家呀。 分手了，班长。嗯，白浪他们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谢谢你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事儿虽然处理完了，但你跟穆迪那事儿还没完呢。 我和他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不是已经在签调解书了吗？那咱接着解决吧，走司法程序怎么样？走什么司法程序？行，你说那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这事儿吧，说大不大，但说小也不小。关键是得有一个中间人做调解，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加个就把话说开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说正事儿，别开玩笑了。我说怎么二话不说上来就动手？正常人不得先拉开看看啊？你看把你急的，我这肩膀现在还疼。哎，你说清楚，我那是阻止你袭击人的女孩，你选的女孩。谢谢警察叔叫啊！还是外面坑强。我跟你说哥，下次别再这样了，别浪费社会天麻烦，听见了吗？你说这话丧良心不？你一碗酸辣粉都扣人家丁警官身上了，你赶紧给人赔礼道歉。 你是不是我膈应馅饼人？那什么，浪哥，赶紧走，吃饭去吧。哎，那个，要不今天晚上我请吃饭吧？看咱这闹一天都是误会，我攒个局，请大家吃饭，咋样？来，陈哲。班长，你们吃。 你快多吃点吧，咱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好不容易见着让你受苦了。他把我都端橘子了，来，你多吃点啊。嗯嗯嗯。哎，你别吃了，有点出息，有点眼力劲儿。那个丁警官。 感谢你，不计前嫌还请我们吃饭，我敬你一杯。谢谢丁警官。嗯，没事，都是应该的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人民警察为人民嘛。<笑>对对对对，嗯。谢谢丁警官啊，还是丁警官格局大。你什么意思呀？ 闹什么意思啊？你刚那话，行了，我今天请这顿饭呢，也是想让你和解，本来也没多大点事儿啊，别弄得跟仇人似的。来，白总，是男人，先道个歉。对不起，我没听见。哎，穆迪。
你放心，这个白总呢已经同意还钱了，然后具体的方式你自己协商就行了。哦，啊，我还没钱啊？什么时间？啊，白总说需要一个还款时间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俩先商量商量去啊，你先吃着。 你说啊，我觉得这钱你还是得还，毕竟是笔仙欺骗人传的用途了吧？行了行了，我还我不都说还了吗？可是我现在真没钱啊，我拿什么还？没钱，没钱不正好吗？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呢，你也不是非要一口气儿得还上吧？你说。 你说你挣点钱也不容易是吧？以后你就还的没有了，那我就先拖着呗。永迪这人心思重，他二大爷这事儿没解决了，他肯定不会离开魏阳的。懂吗？你吃这个好吃，谢谢，不客气。 然后我再想办法，隔三差五让他来我公司，最好在我公司上班，你随时来就能见到他。要我说白总你聪明了，你拿我当媒婆了，在我这儿搞对象呢？小点声。你不警察吗？警察怎么了？警察对象也不是单位发的，不也得自己找吗？你这是求我呢？ 行，算了，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知道，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一直对穆迪，我就你知道那会儿，我不想听你们的故事。我有个条件啊，你说，你们俩要是真好了，这钱就拉倒了。放心，真好了，钱我还啊，还有啊，你们俩结婚、生孩子、什么求婚仪式、生谁典礼，这些所有活动都给我办啊，可以给你打折，不能不给钱。 我说你还真是个做生意的，你答不答应吧？也没定。白总同意还钱了，先还你一万，然后剩下的九万呢，一年之内还清。我，一年，一年时间太长了，最多一个月。哎，我有个小建议啊，你看行不行？就是。 先让白总把你的船可以开走，甭管他是打鱼也好，办还算也好，然后挣来的钱呢，你全部打给穆迪。好办法。咋样？行，那先还一万，剩下的九万块钱，最多三个月。三个月之内必须还完啊！我可着急回北京呢。就这么定了啊！我就在他们公司旁边警务站值班，我替你盯着他。没事你也常过来玩啊。 班长，啊，谢谢你。还不高兴啊？没有啊。那个，你从小不就这样吗？心里有事儿就耷拉个脸。看你说的，好像我从小就是个丧脸。 没有，渔船的事儿不都解决了吗？是，嗯，但我总觉得吧，这事没那么简单。白浪这个人呢，脸皮厚，一肚子的坏心眼儿，答应的这么快，总感觉里面有什么问题。啊，不过今天真的谢谢你了，辛苦了。没事儿，那你下边想怎么办？ 我特别怕他明天睡醒了以后就又反悔，所以我打算向你说的，我要天天盯着他。你去他公司啊？嗯。那你明天就去他公司上班，然后盯死他，好不好？是的呀，跟白朗这种人打交道呢，就是不能拖，不能等，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，让他反悔。对。嗯，明天想吃啥？我带你去。姐。妈妈，正在小姨旁边的那个叔叔。嘘，别说。 这个就是，这是我姐牧童。哦，
我初中的班长丁毅。姐您好，我是咱们社区的民警。干嘛呢？不看看怎么了呀？你直勾勾的盯着他看，我不得给你把把关啊！不用，我回家。看你这人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。还不好意思。你好。莫老师大驾光临啊，就一个人来的？你们这儿又是白事儿又是红事儿的，怎么跟客人解释啊？很好解释啊，要是来办葬礼的呢，就是白事多；要是结婚的呢，就是红事多。嗯，高级吧？就这么个破地方，还好意思跟客人说是集团公司？莫老师这是在质疑我们公司的实力呀。哎呀，那你们这年收入多少呀？不知道，基本上都是当月花完，有的时候也把下个月的提前花完。那你们公司特色产品是什么呀？那你们公司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那你们公司经营理念是什么？那你见过王八摇头吗？哎，我见着了。哎，你怎么骂人呀？你们公司多少个员工总知道吧？就我和这王八，你才王八呢！就你们俩，还有他妹黄桃，人家是正经会计，没事平时就帮我们记记账。小公司不都这样吗？有活的时候就叫兄弟们来干活，没活的时候就都歇着。雇那么多员工，固定工资不都是钱吗？就你们公司这状态，还说要三个月还我钱，骗鬼呢！我一直也没说三个月还你钱啊！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跟我这演戏呢？要查账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哪个公司还用账本啊？我不干。我决定了，从现在开始24小时的跟着你，我就是要看看你怎么把10万块钱一分一分的还给我。24小时？24小时，你要干嘛呀？我出。刘总，刘总，哎，太久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哟，布置不错呀，啊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当然得来了，弟弟肚子饿呀，饿得不行了，就等你给口饭吃呢，哥。你这弄得真不错呀，哈哈。肯定是又发财了。要我说，你就别姓刘了，你姓岳得了。你是当今岳老啊，哥。啊？啊？你说你介绍成那么多对儿，你给弟弟一个单子？好说啊，好说。嗯，哥，你说的对。现在确实是淡季，这谁都不生意都不好做。哎，哥，这样，弟弟给你想一个。绝对好使，绝对！咱俩合作，我给你办一大型的那个相亲会，包你满意，你觉得怎么样，哥？朋友啊，是不是犯错了？
你知道他这人性格那么倔，你说这钱还不上，他觉都睡不着啊。你是他姐，你能不能帮帮他呀？不用我帮，有人帮了。谁呀？既然你姓赵的，看起来有点怪。啊，费曼，那你还敢用？这朋友加亲戚，也是，咱们小城就是人情难去。小迪的事该怎么办呀？我想好了，再喂好他，给他找个工作，再给他介绍个对象，这不就留下了吗？还是我大闺女最懂妈的心思。哎，他怎么跟他说呀？他那性子，你要直接跟他说，肯定给你甩脸子。就用这事儿磨磨他，等他在家待得无聊，事儿又办不成的时候，再给他介绍个工作。等他有了工作，再给他介绍个对象，这不就容易办了吗？这招就叫温水煮青蛙，到时候你让他走，他都不走。哎呀，要是真能这样，妈做梦都能笑出来。你做梦都能笑出来，行，你放心吧，我给你落实啊。行。老大姐，奶奶，祖宗，哎呦，你放我吧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了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还钱，还完钱我就放过你。你像瘟神一样跟着我，我怎么谈生意啊？我怎么还你钱啊？你才瘟神呢！你干了这么多年，一点存款都没有吗？你骗谁啊？公司开了这么多年，你现在才去找婚介所、殡葬公司谈合作，你当我傻呀？被我猜中了是不是？答应还我那10000块钱，什么时候还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不转账的话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我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人，你要把我惹急眼了，我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谢谢。啊！啊！哈小丁，哟，我木童。哎，童姐，您咋来了？啊，我路过，啊，想找你聊聊。哎，你有啥事尽管说。小迪要回北京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啊，我听他说了，说是把这边事处理完就回去。那你怎么想的？这小迪有梦想，我肯定是祝福他呀。那姐跟你直说了啊，啊，我们全家呀，都希望他留下。你说她一个女孩在北京生活，那得多难呀！我们就希望她留在渭海，成个家，再生个娃，一家人在一块儿，那多好啊！啊，是啊，其实姐这个我跟您想的也一样，但这小迪脾气倔，姑姐听不进去。小丁啊，你看你跟小迪那是同学，从小一块儿长大，知根知底，所以姐啊决定把这个事儿交给你办，你看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让他留下？先甭管他听不听，要做了肯定比不做强。说不定他因为什么事儿、什么人，他就愿意留下了呢。明白了，姐，有您这话我就知道咋办了，帮我算下这事儿。这人民警察就是不一样。啊，对了，姐叮嘱你一句啊，去我家的时候，见了我妈你就夸她年轻好看。见了我爸，你就使劲帮他干活就完了。明白了，那我先走了，姐。啊，忙忙去吧。好嘞，啊，等我好消息啊，姐。哎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好嘞，啊。确认你爸大哥。姑奶奶，这个月份子钱交了，别来烦我了。慢走。姐，你慢走。
看人家公司多专业，哭得真伤心。能不伤心？10000块钱呀，你说给他就给他了，你脑袋已经起泡了，你咋想的呀？不给他咋办呢？不给他公司都搅黄。这只是个开始，后边有90000的。不是，这钱从哪儿弄的？太曲折，回头再告诉你。败家玩意儿，不伤心了，不难过了。哎妈，我刚骑车呢。哎，文文，你这样了咋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整天吊儿郎当的，多跟人家联系联系。那文文是多好的一个女孩啊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有事了啊，我挂了，挂。嗨，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跟踪我？什么呀？你车上有 GPS， 你爸把登录码告诉我了。走，跟我去个地方。我有事儿。玩音乐的地方也不想去？甭看了，就我一人，去不去吧？带路。六哥。哎呦，文文来了。啊，你好，六哥好，你好。介绍一下，六哥，咱们本地特别好的音乐人。我跟他说了，只要你愿意，可以跟他们一起。啊，那太好了。行，那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你忙啊。兄弟啊，啊，你是玩什么乐器的？啊，我键盘、吉他都会，贝斯也会一点。啊，行，你自己随便转转啊。好，哎，接着放。跟你们说个事儿，咱们公司现在账上眼见就要没钱了。那几个善心大发的啊，还有什么喜欢从账上还点款的，都给我勒紧裤腰带消停点，听见了吗？我还是没弄明白，你还给穆迪那10000块钱是怎么弄的？姓穆的不是把船给咱们吗？哦，接到业务了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那海葬的人排队排那么老长，那肯定有人找咱们呀。那以后咱们是不是就发财了？想啥呢？发什么财呀？排队久那是正规海葬游艇。那所以啊，那10000块钱你是从哪儿弄的？海葬市场有多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要不是黄金这小子晕船，上个船跟要他命似的，我说啥都自己干。你说我要新招人干吧，这新人难培养。这么大的利润，要是管理不好啊，要不算了，我还是再培养黄金吧，我自己干。哎，别难为黄金了，还是我来吧。所以，沈德宝以每个月10000块钱包了咱们的渔船。这个老小子还想坑我，班门弄斧。哦，所以你用这10000块钱还的穆迪？那可不，这个事儿的源头就是沈德宝坑的，当然得用他的钱还了。浪哥，溜溜溜，再学着吧。哎，兄弟。休息会儿吧，练了很长时间了。
六哥，嗯，你们平时都怎么排练啊？练什么呀？上台一顿动次大次，台下一顿爆嗨，钱就到手了，还练个啥呀？在这儿啊，吹着免费的空调，用着免费的 WiFi， 混呗。不是混不行啊。哎，对了，哥们儿，你要是有活的话，给哥几个介绍介绍，哥几个都快饿死了。我没活。哎，你不是认识文文吗？他们家很有钱。哎，你给哥几个给推荐推荐嘛。啊，我跟他不熟。真的，兄弟啊。哎，你要是不感兴趣的话，哥们儿可就追了啊。这文文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家里还倍儿有钱。哥们儿如果把他拿下了，哥们儿可就混壮了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对，我们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啊。行。哎，卫生间在哪儿？啊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哎呀，喉咙到怎么样了？好了。哎，自从那个瘟神姐姐来了以后，咱们的生意好多。你发没发现那个女的挺方人？看来是10000块钱管用了，就是不知道能撑几天。哎呀，各路神仙保佑，她可别来啊！别念叨了啊。好事不领坏事的，谁也保佑别来了。不行，他别念叨了。真领吗？有事啊？没事。有事你就说。没啥事儿，你先忙着让那个客户听听不好。来，刘先生。没事，咱聊咱的啊。合同打好了。你看具体的这个细节，我都打给你了。哎，你别动那个呀，动它干嘛呀？哎，这啥呀？没幻觉，幻觉是冰棋棋盘。没事没事，咱聊咱的，来来来，咱聊咱。没有，这啥没有，啥也没有。对对对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那个咱们。我还是算了，不是刘先生，这咱不说好了吗？都我草率了啊！我再看看，回去。哎，不是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咱再聊聊呗。别走呀，咱再聊。我给你打个折，这样我给你多优惠，我再送你几件服务。刘先生，不是干嘛呀？我不知道你这，不是你来干嘛来了你？我就是看你经营情况了。大周末的有个毛经营情况啊！先是穆迪跟着我，又是你过来给我捣乱，你们这样我谁敢跟我做生意啊？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什么乱七八糟机关啊！什么事儿直接说。我听说你还了穆迪1万啊？啊，这不刚清静2天吗？他再来我公司都黄了。哎，我说我一主意，你看行不行啊？能让我见着他，也能让他给你挣钱。什么主意？我觉得你可以把公司的股权转给他一部分，让他放心。受迷惘的风，却有一束光填补心底空洞。过去和未来有你陪伴的时钟，未知旅途回应你而从容。也许这一路很长，一起走了多久？我的愿望很渺小，只想带给你笑容。也许这世界很大，我有幸能和你相逢。你
是我身后最温暖的港口。成长